喂，大家好啊！经过国际赛之后，翻到嚟联赛咧，就啲战绩都唔错啊！琴晚咧，肥叔啊，比咗4场咧，入边有3场都中噶。咁啊，早场咧，马西塞特郡打比咧，利物浦咧同爱华顿轻易咧，各球啊开出10.5只咧，冇问题噶，好轻松啊！上半场都10只啦。咁啊，跟住咧去到德甲啦。咁啊，繼續咧狀態大勇嘅史特加咧，我都繼續叫大家追捧咧，果然咧就冇問題嘅，亦都輕鬆咧再3-0咧大炒咧呢個柏林聯啊。咁啊，至於尾場咧中嘅，亦都可能大家已經瞓咗覺啦，法甲啊嗰場咧就係尼斯對馬賽，我啊睇好咧半場和，果然咧好輕鬆地咧，亦都係冇問題嘅，亦都係半場0-0咧握手言和啊。嗱，記住啊，想5901168咧，如果對足智室有興趣啊，或者要詢問咧，我哋嘅月費咧係點樣收啊？亦都係點樣入會員啊、收 tips 啊？記住上5901168啊，咁啊繼續咧為大家提供好嘅 tips、好嘅資訊，祝大家贏多啲！